新闻深喉咙，有多深挖多深。休息室里，女老师先是手持木棍狠打幼童手心，跟着一把抓住另一个小朋友衣领，大力拧耳朵，而角落里还不断传来掌嘴声。这段广东幼稚园女老师体罚学童影片近来在网上疯传。根据了解，事情的起因是这三名学童在午休时间不睡打闹，影响其他孩子休息，女老师一时情绪失控，才会对学童做出体罚行为，全被一旁的班主任偷拍下来。他不应该做这行，如果他是这样的，他不适宜做这行。你可以写检讨书啊，跟他抄书啊，也可以的呀，但是你不能用手去打人家。只是事发后，园方却对外宣称影片是两名女老师之间的私人恩怨，狭怨报复所导致，也一度引发争议。校方这种说法应该是想办法推卸责任。就在当地教育部门介入调查后，幼稚园赶紧发出公开信承认管理不善，并向受害学童及家人致歉，而两名女老师也辞职离开，平息这场体罚风波。记者综合报道。